那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原则上高车站以后大概就是分两个月台，一个是一月台，一个是二月台。那一月台主要是南下，然后二月台就是北上哦，但是地方都要搭车的话，就不要走错月台。那我们现在都往北上这个月台，二月台这样子看一下。 好，还是麻烦一下哈，各位跟上前面的脚步哈，那注意一下脚下面的动线。